所以我也是那么这个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碎碎呀？这个不一样。我还有个特别经验，我在媒体做过7年，后来是做企业公关，就跟媒体沟通。所以我就是在互相对立的，有合作的对立的一个立场。所以我经验比较特殊。我之前也蛮紧张，看到一个微博报名这样的成绩，我也想关心国货都有没有要更关心的事。